嗨营业中第二季今年九月完美收官，第三季原以为是明年的事，没想到日前惊喜释出第三季成员应征影片。相较于上一季的八位成员，这次来应征的只有六位。影片一释出，粉丝纷纷猜测，屁孩先生代有人猜是露西派，因为是天王宪哥的儿子才敢呛虾。不过有人说眼睛很像姚元浩，什么都会被网友怀疑是郭宏志。讨论度最高的第六位颜值担当，则一直是炎亚纶的口头禅，难道是要准备复出了吗？但眼神更酷似鬼鬼吴映洁。制作单位掉进观众胃口，就连开店地点也保密到家，就等12月23号播出揭晓答案。